午十时，根据魏红星综合报道，台湾大学从今天开始举办一连七天的艺术设计展，其中展出的作品非常的奇特，有关于设计系的这个现代兵器，还有全国唯一环境防灾设计规划的人文农园社区的。造型超级夸张，色彩鲜艳无比的各式大弓箭，展现了绿与美的独特防身武器，可是当下线上游戏最夯的对战道具。这些都是华范大学工业设计学系的同学想要传达多元趣味的新思维，引起台下所有同学热烈的回响。这一次特别安排这样动态秀，让学生有参与，他自己可以在舞台上来舞动这些武器，来体会它的设计跟重量尺寸。还有这些奇形怪状的椅子，有的缺了一只脚，有的多达六只脚，甚至还有只利用一块莱卡弹性布料，看起来仅供参考的椅子，都能坐得稳稳的。每一件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。一开始你会觉得说，这个东西是好像是整面的，不可能做的。可是呢，当你真正把它做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好像是被整个海洋包围的那样的感觉，是。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环境与防灾设计系，四位年轻小女生利用深坑一块占地13公顷的山坡地，结合生态以及环保概念，保存具有的价值，赋予土地现代化的生命。因为这块基地是一群退休教授然后一起集资购买的，然后他们希望就是他们的退休生活就是可以比较美好舒适，所以我们就以我们就是所学的，然后帮他们就是改造跟规划。这次规模盛大的艺术设计作品展丰富又缤纷，有兴趣的民众都能在这一个星期前往体验参观。东森新闻刘佩涵、连达发特别报道。特别的婚纱有特别的效果，南投县仁爱乡有一对赛德